的身体为之发挥，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，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，离苦得乐，速证无生。无念可证不证乐，有念人呢才能得到涅槃的快乐，涅槃的快乐就是究竟的乐。世道应修入法空，这个道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修行的。修行啊，你要入这个圆空法空，人法皆空，你不要执着。所以呀、才说无苦集灭道，这苦集灭道都要空的。三转四地法轮会，三转法轮呢，前面已经讲过，就是三转四地法轮。这个法轮院呢，就是来回转来转去的这个转的四地法轮。七九八正意念行，这个七九就是七九之，八正就是八正道，那么其中就包括五根五力，有四立足，四念处，四正行，合起来这叫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住道品。七七角又叫七菩提分，八正就是八正道分，七菩提分就是财法角分。这个精进角分、洗角分、除角分、舍角分、念角分、定角分，这七种呢叫七菩提分。修行啊，要依照这七种的方法去修行。我们说宅法角分呢，宅就是选宅，这法就是方法，角就是明白的，也就是角悟的。你对修行的方法你应该呢有一种选择，要有宅法眼。这个宅法眼你就知道啊，是法非法，知道善法恶法，知道黑法白法，有一种选宅的力量。你不能以是为非，以黑为白，以善为恶。你要是这样子呢，就是没有这个宅法角分了。你选宅这个法就选宅的错误。那么你选宅法选宅之后，必须要依法修行去。依法修行呢，就是要精进，所以要精进教分。你精进要有正精进，不要有邪精进。这个正精进就是随着你坐禅，
为难你迟到，为难你小叫，为难你吃戒律，无论你修忍辱，都要有一种精进来帮助。你要没有精进，就是今天做禅，明天又不做了，然后今天持戒，明天又不持了，今天修忍辱，明天就不修了，这就是啊，没有精进脚分。有精进脚分，就是朝夜六时恒精进，昼三时，夜三时，常常的都是精进，而不休息。你有精进了，然后就会有一种禅悦，这个禅悦就是洗脚分。你比如坐禅坐的有一点功夫了，就觉得非常的快乐啊，非常自在，非常的舒服，比你呀吃啊偏烟呢，你觉得啊舒服，比你呀任何的事情都觉得快乐，能得到这种快乐，这叫洗脚分。也就是啊，在这个坐禅呢，得到一种清安境界，非常快乐。但是这种境界呀，有的时候是正确的，有的时候啊也容易走火入魔。怎么样走火入魔呢？你这时候生出一种啊执着心，生出一种啊追忆的心，追忆他讲啊，我头前这个境界是个什么样的啊？怎么想啊？这个是啊不错。就指导了，指导啊，这时候啊容易走火入魔。怎么叫走火呢？走火就是你这一指导啊，那个魔王就入窍。要没有指导呢，魔王他没有办法。你要一指导，魔王好了，就你指导什么，他就有什么信，一种警戒性情。那么现前的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有一种洗脚分，然后又要用一种除脚分。这个除啊，就是审查呀，这个桌脚观，桌脚观呢，就是不对的，要把它除去。你对的，当然要保存；不对的，就是你有所指导，要把这个指导啊除去的。你除了这个时候又有一种啊舍脚观，就舍呀、啊，也就是叫你舍去那个妄想指导。啊，妄想指导，你如果不舍去呀、啊。也就不能得到这个三昧，不能得到这七菩提分。你是舍去这个妄想执着，然后要留保存一种啊，这个念念精进的念。有一种精进的念，还是那个前面那个精进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要念兹在兹的念念不忘。
这种精进，修精进，修精进，然后就得到一种定解定角分，这是这七菩提分，有点七角分，八正道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正见，正见，这个见呢，是你意见的见，但你啊，还没有到外边，是在里边，在你的意念里边呢，有一个见，这个见呢也正，就是你的见解。你的见解要正确，要正当，如果不正当，就容易走入歧途。你正当就走到一个正当途径上。什么叫正见呢？什么叫邪见呢？正见，我应该修佛法，佛法是正当的，我应该啊去小心，这是有一个正见。什么叫邪见呢？邪见就去学习啊补钱，学习啊这个游手好闲，学习啊懒惰，学习啊去害人，这都叫邪见。所以这个正见呢是很难的。你要正见，这个见呢是意见呢刚发现。那么有了见了，然后就有正思维。你有见解，然后就要想一想。想一想这个是对呢是不对呢，正思维，我想啊，修佛法是，这是人生的最正确的一件事，没有错，是正思维。要学思维呢，就是啊，我想这个修佛法这个事情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。现在的科学时代，这佛法讲来讲去呢，是叫人做好事，做好人。现在哪一个人是好人呢？没有什么人做好人的，都是做坏的。我看有一个人呢，去做的，他做的事情也不好。然而，他又有钱用，又有酒喝。什么他都有，给你讲的小佛法没有那么好，于是乎啊，就跟着那邪路上跑去。你要有正思维呢，就不会了。有正思维，然后才能说正语。说正语呢，就是所说的话的正确啊，不会言语。入这个邪途，入不正当途，说出话就很正确的，也不是讲一些个好像醉话似的，好像那个疯癫的话似的，就讲很正确的这种语言，一切的人听见呢都很欢喜听，很欢喜呀，依照他去做去。有正语了，就要找一个正当的职业，正当的职业，就是一般人呢认为这都是和一个好职业，不是那一些个犯法的职业，就是正业，因为正命，你有正业了，你这个生命也就正了。生命也就正，第五是正命，第六呢是正精进。你做这个正当的事，才去应该精进；做这不正当的事，就不应该精进。
第六，第七呢就是正念，第八是正定，所以这是八正道。四蕴足，这四蕴足啊，就是欲为足，精进入一足，念入一足，思维入一足，这样四入一足。四念处，你的念呢就四念处，四念处就身受心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四念处。四正勤，四正勤呢就是没有生的善根，用的生，用这个善根呢生出来。一生的善根呢就令它增长，这是善方面来讲。恶的方面来讲，未生恶令不生，没有生的恶令它不要生出来，一定生出这个恶念令断，使令它断，这叫四正勤。那么修这个四正勤，四欲足，四念处，七菩提分，八圣，八正道分，再加上呢五根，五根呢就是性净念定慧，性根、净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这五种的根生出来呢就有五种的力量。信有个信力，静有静力，念有念力，定有个定力，慧有个慧力，这就又叫五力。合起来啊，五根五力是十个，这个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欲足，这十二个，二十二个。二十二个这个七菩提分、八圣正道分，这十五个，二十二加十五是三十七个，统统这三十七道品。一旦贯通成圣果呀，你修这个三十七道品，有一天呢就会赫然贯通焉，是吧？忽然间你就明白了。明白你是正果圣果了，天根有余乃化成，你可不要住到这个天根有余的涅槃上。天根有余涅槃呢，就是化成，化成呢就是这个成呢，是变化出来，不是真正的成。也就是正果天根有余的涅槃呢，这不是究竟的涅槃，所以啊。还要往前去修行，所以说天真有余乃化成，无智以无德，智就是智慧，德就是正德的果位，到这种的境界呀，这智慧也不要了。什么正果的果位也没有了，什么希望也没有了。咱们一般想活的人都想要小智慧，小有的智慧就正的佛果，现在这个波罗智也没有了，我想要得的佛果也没有了，也无所得了，这是空了。因为不是没有智，也不是没有德，就是没有这种执照，这个智慧没有执照啊，我要有所得了。这个阶段是说的这个藏教菩萨，
藏教菩萨就是三藏教的菩萨，藏教菩萨所修的呢，他这个是有智有德的这种法门，这叫啊事六度，有事六度，有理六度。理六度呢，只有这一个理，没有一个事相，没有所指着了。事六度呢，就有所指着，指着什么呢？指着有众生可度，指着有佛道可成，执照有众生可度，这是有智；执照有佛道可成，这是有所得。那么现在啊，是无智，没有执照，这个是六度了。什么叫是六度呢？是六度就是不识，就不将贪。你要不识人呢，行这个不识度呢，你就不兼贪了。你要兼贪，就不不识。所以不识啊，你这一不识，把这个兼贪心呢就度去了。不识度兼贪，持戒呢就度染污，度毁犯。你持戒，受持这个戒律，就是清净的，好像明珠似的，就是非常清净，非常的好像那个宝珠那样子光明，持戒就没有染污。你要不持戒呢，就染污，染污啊，也就是肮脏，也就是不洁净不干净，持戒就度染污，染污就没有。你不持戒啊，就好像那个一块白纸上你染上一种黑蜜，越染越黑。你持戒呢，那个白纸本来那个就是白纸，是清净染六，忍辱就度嗔恚，你修忍辱就没有脾气，你要有脾气就没有忍辱，所以呀，修忍辱就是嗔恚就没有，度嗔恚。精进就度懈怠。为什么天天要精进精进，永远精进永远精进？你这一精进呢，就不懈怠了，就不懒惰了。你不精进就是懒惰，你精进就是把这个懒惰给渡过去了。禅定呢，就渡散乱，就禅定呢，你往那坐一坐，就时间久了，有功夫啊，就会定住，定住就不散乱，有了定力。般若呢，就度愚痴，般若啊，把这个愚痴就给度过去了。虽然这个度是度啊，这是六度，是六度啊，就是呢，有事相可见，有形象可表现，比如。你不识就不兼贪了啊、哦！还有一个指着手，我这回做不识，我就没有兼贪。你要是听理六度呢，根本就思而未思，你这不识也就像没有不识似的。不要指着，无所指着，这是个理六度。理六度啊，也有很多种六度啊，有无作，原教修的无作六度，离六度根本呢就是
做出来这个事情一点指着性也没有了，不做等于没有做一样啊。那么没有做可不能说我就做了，你呀、啊、说我没不思而未思，我思而未思，那我未思而思，我没有不思也就是不思，不能这么样讲。你不思了然后像没有不思可以，不能说我没有不思就是不思。所以这四六度这是藏教菩萨所修的，所以他说呀、这个藏教菩萨四六度原修妙角离众门，这个原教菩萨修的离六度啊，原教菩萨也就是妙角菩萨啊，和别教菩萨都修的这个离六度，所以说离众门了，他即可就明白这是。这个思而未思，住而未住，所以说无智亦无德，根本就没有这种四六度的执照了，没有这种执照，所以就叫无智啊。破执无智啊，就是破这个执照，这个有还有多有呀、啊？这个执照啊，空空相。一切相都空了，一切相都空了，所以就说无智亦无德了。不德非众了法用，这个不德呀、啊，无所得，无所得呀、啊，也就是不执着正佛果，就是啊，上无佛道可成，下无众生可度。不是啊，说没有众生可度，是不而未度啊。虽然灭度一切众生，而无一众生是灭度者，没有一个众生啊是他所度的。这就是啊，不是没有众生可所度啊，就是没有执照，不要执照这种的智和德。这个如啊。就是一个大圆净智，在大圆净智里头啊，没有一切执照，所以啊，了法用就叫了法用。一毫端现宝刹呀，正得在这个境界上啊，在一个毫毛的梢上，可以现出来一个宝王的刹，这小中现大。做微尘里转大法轮啊，做到一个一粒微尘里边呢，可以转大法轮，是一楞严经上的道理。此语说出显诚信呢啊，这种话说出来呀、啊，很少人呢能相信。未知人有几人，那么既然很少人相信，可不知道啊有多少个的是知音人。知音呢就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。徐老说走遍天涯寻知己啊，走遍天涯，这个天涯就是天的边，走到这个天边上去找这个知己，知己呀、啊、就是知道自己这个朋友，知道自己，未知要个是知音，不知道啊哪一个是个知音的。知音怎么叫知音呢？就是啊知道我说出的话的意思，这叫知音。没有知音呢，就我说出什么话没有人懂，
这个没有指引。有人明白这个话的意思，这个道理，这就有指引。上法师你这一讲啊，我明白你说是什么了，那你就是我的指引。说我不明白，那你就不是指引。说我也明白也没有明白，那你也是指引也不是指引、啊、那么指引不指引在什么上看呢？你我说这个偈颂讲这个道理，谁依照这个道理去修行，谁就是指引，谁不依照这个道理不修行，不依照这个道理也不修行，这就是不指引。指引不指引就是啊，你信不信，你信我所说这个道理就是指引，不信我所说这个道理就不是指引。我所说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？一毫短现宝王刹，带着一个毫毛的头上呢，现出一个国度，现出一个诸佛国度，现宝王刹。宝王刹就是佛的说法教化众生的一个国度啊。作微尘里转大法门，坐到这个一粒微尘的里边呢，坐在那个微尘的里边，那个微尘里边要多小呢啊，转大法门，在那里边呢说法教化众生。这种境界呢都是小中现大的一种境界。那么你明白这个境界了，这是知音，不明白，不明白要学佛法啊，学当你也可以做到这个微尘里转大法轮的时候，你就明白。一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即无所得故。前面讲了无智以无得，无智没有藏教菩萨是六度的智慧，无德，无德二称有余的涅槃，以无所得故。所以以无所得呀，是这个本经的这个用，这个利用，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它有什么用处呢？就是破去你的执着，令你呀没有这个执着所得这个心，执着正果这个心，要正而无正，无正而正。什么叫正而无正呢？你正得这个果，不要执着这个得果的这种心，不要有这种执着，不要有这种执着，所以你这才是真正的得到这种究竟的涅槃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以无所得呀、啊，是这个本经的这种用处，它就有这种用。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就是菩萨，
尼波尔波罗蜜多故，他呀依照这个波尔波罗蜜多这种的山智慧这种的法修行，修行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心无挂。咱们人呢得不到自在，就因为有所挂碍，有所挂碍就不能自在，无挂碍就得到自在。这无挂碍呢就是破除这个暴障，咱们这个三障呢，这个它的用处啊，一无所得，能破除三障。一无所得和这个破除三障这种的力量，那么这个无所得就是本经的一种宗旨，破除三障这就是它的利用。这个本经的宗旨就是以实相的无所得为宗，所以啊，本文呢现在所讲到的正是啊，这个以无所得讲到这个本经的宗旨和这个利用。这个本经的宗旨无所得，本经的这个用就是破除烦障。那么现在因为无所得这种的缘故，菩提萨埵就是菩萨，他依照这个深般若的法门来修，所以就得到什么呢？就破除这个暴障，这个心无挂碍就属于暴障。我们这个三障有暴障、业障、烦恼障。这个你要有所挂碍，报障无挂碍是怎么呢？就是啊，要得到这个人孔法孔，证得这个人法二空这种境界，所以这叫心无挂碍啊。这个寄诵啊，就说无修无证无所得，到这种程度也无修了，为什么？修完了也无所证了，为什么？也就证得了他已经啊，所作一般不受后有了，他所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啊，大事已毕，所以叫无证无所得。那么无心无证是不是能有一个所得，有无所得啊？你有一个所得就有所指证啊。所以下边就说有相有为有尽失，你如果要是啊找到相上，你会找到有为法上，这都是啊永尽有尽有穷尽的时候，不会啊永远都不能无尽。你要想无尽，也要无修无证无所得。你什么也无所得了，这时候啊，就是挂碍。菩提萨埵悟护你，依据般若彼岸旗。菩提萨埵是一样的。什么叫菩提萨埵？在中文里叫菩萨，具足了就叫菩提萨埵。这个是印度话，翻译成中文呢是菩提，翻一个叫萨埵，就翻一个有情。就是啊，
就脚有情。我们叫脚有情呢，脚有情就是脚物一切有情。什么是有情呢？带有血气的不叫有情，有血有气的也都叫有情。这个情不是单单指着人所的，就是有生命的都叫有情，而没有生命的就叫无情。那么这个脚物有情，它呀脚物一切有情，令一切的有情呢都得到脚物。脚物和它自己所得到的脚物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它自己会念楞严咒，也就愿意其他人呢也会念楞严咒，不是说单单我自己会念，我不欢喜叫其他人念，表示我自己呀、和其他的人不同，不是这样。也就是啊，自己得到什么利益，也欢喜呀、其他人得到什么利益。我自己听经得到听经的好处，我明白这个做人呢、修佛啊这个道理。我也劝我的亲戚朋友都来听佛法、讲佛法，我得到了同样的好处，这也叫啊脚物有情。那么又有一个讲法，是有情中的一个脚物者，这个菩萨。他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也就是一个有情的众生，不过他得到脚物了，他是众生之中的一个脚物者，因为他在众生之中得到脚物了，所以现在他又要脚物一切众生，这就叫菩萨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菩萨又有啊通教的菩萨、别教的菩萨、原教的菩萨、藏教菩萨，这个四教藏通别圆啊，都有菩萨。你心量小就是藏教的菩萨，你心量再大一点啊，就是通教的菩萨，你心量再大一点，发的广大一点，像普贤菩萨啊，或者像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，这就是原教的菩萨。你再比原教差一点，这就别教的菩萨。又有师利菩萨、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、四地菩萨、五地啊，乃至十地菩萨。这个菩萨也有很多种，不是啊，就是菩萨，就是菩萨。菩萨里边呢，又有千差万别，也好像人呢，有很多的阶级一样的。那么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菩萨呀，就觉悟得了前边所说这个无所得这个道理啊，他呀明白这个心无挂碍这种的啊，所以呀他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依据般若，依据就是啊他依照着这个深般若来登到彼岸，彼岸期依据般若彼岸期，就是波罗蜜了，得到彼岸了。彼岸期呢，就是到登彼岸。